那就会即将公布我们今天比赛的成绩。那还会到我们农特产品去逛一逛的这各位观众哦，那也请我们有空的时候，在欣赏我们表演演出之后呢，能够到我们的农特产品，到我们的产销馆去参观去做选购哦，保证你今天不会不虚此行。好，那我们再次给我们小鹿凯爱热烈的掌声。